技術新歌，我覺得呢隻舞係好難編，因為好快，因為佢節奏好快，好集中精神去將每一個 step 做好，咁你睇完你就會知㗎啦。但係咧，我覺得係 OK 嘅，因為我由第一日咧係覺得冇可能會跳到今日幾日後嘅排練，我就覺得啊都可以。这个舞呢，我的心跳是持续在149至151之间，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cardio 的运动啊。